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哋今日嚟到清水湾郊野公园大澳门。雖然今日是閒日，但是停車場都爆曬，不少人都，我們不如入去這個樹木研習徑看看先，再沿著觀景台的方向啦，應該會望到很漂亮的風景的。望去對面呢，就是清水灣鄉村俱樂部。由於而家疫情嘅關係啦，咁雖然呢度有好多燒烤場，但係咧都係關閉住嘅，因為都限聚令，佢都唔會想人哋喺度即係聚埋一齊燒嘢食啦。前面呢度就係風箏場啦，不過咧，如果冇帶到風箏嘅朋友唔使驚，因為出邊咧啊個涼亭嗰度都有得賣嘅。好啦，我哋放完航拍机过后咧，咁我哋就周围行下啦。咁远处见到嘅咧，这个就系钓鱼翁啦。如果大家冇揸车嘅咧，就可以留意呢一度点样去啦。下次见啦。